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咧《聚贤堂》啊！今次咧好开心啊，唔见咗萧公子，你见一班靓女喺度咧，知道啦。今日里面咧，我哋讲个 topic 咧，同女仔有啲关系嘅。点解咁讲咧？好多时咧，从事教育嘅朋友咧，都会谂起女仔细心啲嘅。咁所以咧，今日里面咧有两位嘉宾咧，就是、老师嚟噶。咁但系就唔系传统学校老师，系补习社里面嘅老师啦，兼且咧系创办人。咁而侧边嗰位咧，就系佢哋嘅学生啦。咁我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同埋究竟喺呢一个嘅补习社当中，你嘅工作範疇係咩咧？側邊呢位 Florence， 係大家好，我是 Florence 啦，咁就係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嘅英文科老師，咁同埋亦都係負責營運嘅同事嚟嘅。嗯，係我係 Bonnie， 咁以往就喺正式嘅正統學校就教英文啦，咁跟住因為種種嘅原因啦，咁啊跳咗出嚟咧，就同阿 Florence 一齊去搞呢一個教育中心，係啦，教育中心啦。我是 Samantha 啦，而家讀緊 HKU 嘅 education 嘅，咁就 major in English 啦。嗯，好啦，咁啊，忽然間三位都好斯文嚇，先係咁樣嘅。OK， 好啦，真嘅，咁好多時即係講起教育啦，大家諗起依家嘅教育制度咧，都已經講到樹葉都落曬噶啦。咁我啲唔講住。咁你哋咧係做呢一個嘅補習社啦。咁啊，補習社好多人一諗起咧，就向呢一個嘅。即係紅隧啊，或者好多地方啲好大好大嘅 band 啊，咁樣係啦，即係好大咗，有好多好多好多個 A 咁樣。咁我想了解一下你哋係咪營運呢一類型啦，同埋即係可唔可以講下即係依家嗰個補習文化又係點樣介紹一下先？補習文化而家其實好商品化嘅，即係正如頭先你講嘅就係、是、哇喺隧道啊、地鐵啊，你見到好大個 poster， 哇星即係明星效應嚟。咁當然咧，我哋會覺得其實每一個位老師出得嚟。教書咧，其實大家個學歷都有翻唔上下先可以教到書。咁、其實最緊要係個學生心態。而家係講緊嘅學生心態同我哋以前讀書學生心態好唔同。而家嘅而家嘅係消費模式，即係佢覺得我啊，我見到呢個老師佢有全港最多五星星嘅學生，我就去追捧啦。咁我去追捧，我去上堂嘅時候咧，佢嗰個係一個消費心態咧，佢會覺得我上咗堂咧，我就其實可以攞好高好好嘅成績。咁、係一個即食，我會係稱之係一個即食嘅教育嗰個文化，即係佢覺得我嚟唔需要付出就得嘅。咁唔需要付出，係咪都要睇碌屎喎？佢覺得嗰本碌屎係秘笈嚟㗎啦，即係咩都唔讀，淨係讀嗰度嘅啫。讀完之後就搞掂。即係好似你有冇去過馬會附近啲茶餐廳咧？即係全部就係見住嗰啲，見住嗰啲馬經咧，就係㗎啦，基本上。咁有一部嗱，我唔排除有一部分學生會有呢個心態去追星嘅心態。咁當然有一啲，譬如好似Samantha咁，佢會係比較勤力啲嘅學生。咁我哋其實如果喺我哋度你當即係譬如話補習或者讀英文都好啦。我成日都會同啲學生講嘅，你捱唔捱到先？即係你捱到嘅話咧，你。OK 嘅，但係如果你捱唔過半年嗰啲咧，咁我都話其實你可以離開嘅。你趕人走嘅得，即係成日生意喎。即係敏心，你趕咗你嗰啲你金主走喎。又唔係叫趕人走嘅係咪 ？Miss Tan， 即係 Miss Tan 試過係都真係唔係？我頭先成日都同啲學生講，即係其實你自己都要付出咯。咁我有一個成日都講嘅一個句子，喂，你唔好當我係神仙，呢個係仙董。我翻咗嚟，我吸咗啖仙氣，哦，今日英文叻咗好多啦。咁冇呢啲嘅，即係冇免費午餐咯。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就即係強調嘅係 we work together。咁就唔係淨係我哋好努力咁 push。咁但係你都要一齊去合作，你要做，你真係要去practice 啊，你要温書啊，咁先至會有個成效咯。咁如果唔係嘅咧，我哋就會同佢講：我唔係神仙嚟㗎，你唔喺度入嚟吸幾啖仙氣就得㗎嘛。咁如果話你 expect 呢啲嘅咧，咁我哋就真係幫你唔到啦。嗰啲就係迷魂黨嚟嘅。但係嗱，問心嘅，聽你講個分別會唔會就係可能嗰邊係偏向可能即食 notes 啊，或者係貼題目嗰類啦？咁你哋就要 work together 啦。你係個方向係令到佢整個人會有即係進步，或者係響譬如英文啦，係成個人係整體性嘅進步定係點樣？嗱，好坦白，我又未喺過嗰啲公司教啦，咁我亦都我又唔會俾咩 comment 嘅。咁但係只不過我講話個學習態度、心態呢、這個好緊要，即係你學任何一樣嘢都係個學習心態。如果個學生佢只有學習心態，只不過我哋話譬如話寫作文咁樣先寫作，佢哋係覺得啊，我嚟學一啲我哋叫 can sentences， 即係嗰啲 stock phrases 嘅，即係背嘅。咁其實好多學生好中意嘅。喂 ，Miss，
可唔可以俾啲句式我背啊？咁我話其實如果你背冇意思，因為你背其實係你唔會知道個精華喺邊一度。其實你係要自己寫得多。咁我哋變咗教學嘅方法就係、是我哋會 base on 佢篇文章睇咗佢啲嘢，跟住我就話俾聽，其實你 grammar 上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咁而英文其實最精華嗰樣嘢就係簡潔啊嘛。咁好多香港人嘅寫嘢咧都係好。很冗長的，同埋好攋係深咁樣。係啦，咁但係呢樣嘢其實係要用時間去浸嘅，即一定要去浸。咁同埋我哋係會追功課嘅，我哋有 mock exam 嘅。咁同埋我哋係有同家長會有一個好緊密聯繫，成日溝通，即係唔係話淨係你嚟上堂，家長乜都唔知嘅。咁某程度上，因為我哋都攞教學校牌照啦，咁其實我成日同啲學生講，呢度係一間學校嚟嘅，即係唔係話你去入去消費嘅一個地方咯。咁變咗，正如頭先所講嘅就係、是你捱到半年，你叻噶啦，可以繼續讀噶啦，咁樣咯。就仲要起碼俾佢知道有啲責任啊嘛，即係學校都好，我都曾經試過啦，做一啲嘅即係興趣班嘅老師啦，可能教幾堂咁樣啦，都試過啲學生咧係唔知做咩發咩脾氣咧，咁啊走咗即係離開個班房，但係推翻道門入嚟同我講，我俾學費噶，跟住再走過，我嗰刻望住佢。你俾個學費都唔夠我搭的士喎，即係你知去學校做呢啲咁樣嘅，即係半義務工作嘅，跟住班同學就好驚我驚啦，跟住即係 Miss 佢平時都係咁樣咁，嗰個係正規嘅學校添，但係佢都有呢一咁嘅情況，咁所以誒班小朋友個腦裏邊可能即係植入咗呢個文化，冇我哋以前嗰輩即係咁尊重老師嘅感覺，即係我諗呢個亦都係依家嘅教育工作者會面對一個即係大嘅問題，我唔肯定，但我又想問啊 Samantha， 梗係頭先啊兩位老師講咗啦，咁佢就話啊即係呢度咧就有啲唔同啦，即係教嘅模式咁。我相信你都有啲同學仔咧係去過啲大型嘅補習地方啊等等。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你哋年少呢班嘅小朋友，即係點樣去睇補習呢一樣嘢，或者係對於呢邊嘅做法同嗰邊即食啲嘅做法又點樣咁揀？其實我都有中文，我都有補大型嘅補習嘅咁。那些是即看 video 咯，咁就係啊係啊睇 video， 即係好多人一班，咁其實是冇老師理你嘅，即係你明就明，唔明就冇得。咁但係點解你會去咧？即係起碼學校裏邊有老師，點解你又唔珍惜咧？要特登俾錢咧？因為中文好似冇嘢温咁，唔補又好。冇安全感啊！好唔安全、啊。咁幫唔幫到你先？除咗個安全感之外，攞啲 note 好似好有用咁，其實好多學生係要呢份安全感嘅，唔怪 video 都得啦，基本上睇 video 咯，跟住咪即係出邊有個可能 TA 咁樣睇住你，即係佢又唔係老師嘅 training assistant 嗰啲啦，你知係，跟住就有個人望住你哋班友喺度就望 video 啦，咁拎 note 走完，係完。OK， 咁除非補 live 咯，可能補 live 你會問佢嘢咁樣。補 live 會爭幾遠啊？價錢？佢爭100。好似系真系爭一百。但點解你唔報 live， 你會報 video 滿曬？因為係啊，好難報噶，即係通宵排隊噶嘛。點解讀書要搞成咁嘅？點解要搞成咁？咁佢講嘅嗰位老師都喺行內都非常出名嘅。即係我所知就係佢教學上都有佢有獨一套。不過當然有佢嘅 style 啦，但係即係譬如你哋聽講到就話可能攞 looks 跟住走啦咁。咁啊英文你就喺度報啦，分別係咩咧？即係你話英文，你之前中文係啦，即係你之前你中文係另外一間噶嘛，咁你英文喺呢度噶嘛，咁可唔可以講下個分別或者得著有啲咩唔同？因為呢度補會多啲嘅關心，即係你要個媽媽係嘛？個關心係啲乜嘢咧？即係我唔肯定啦，即係當然亦都有女士嘅補習，但係呢度嘅關心係點樣咧？即係嘘寒問暖啊，點啊咁嗰啲關心啊？定係點先？因為呢度係補習嘅地方嘛，suppose 令到你學業係有進步。我首先就雖然學校係講緊教即係年青人，希望佢性格都有進步。我唔講呢度先，我純粹講咗可能係學業上面先。佢即係關心你點樣令到你英文上面你覺得係會有進步等等嘅事情。即係我會成日都交啲文俾阿 Miss 聽改嘅，跟住佢就會即係好耐心咁樣改同埋俾 comment 我。但係如果即係你話喺出邊補嗰啲，其實你有冇即係你有交到文俾佢，但係佢有冇改？其實你即係冇翻轉頭，咪知冇咯。係啊，即係可能冇翻轉頭，或者係唔係去親身改，可能係去啲去個 team 嗰啲人改。係，其實所以係即係冇佢嘅 comment， 其實
準噶嘛。咁我想問你，有咗老師嘅 comment 之後，你又會點樣呢？你會覺得即係親切咗，你係會認真去讀啊，定係點啦？即係呢個好重要噶嘛。嗯，我認真咗讀嘅，唔係不嬲都好認真嘅，但係更加認真，同埋即係佢哋俾好多鼓勵，因為我係對自己冇乜信心，覺得啲英文好似仲未夠好咁。但係跟住佢哋啲作文又俾幾高分我，跟住我覺得好似又 OK 喎。真係得㗎嘛？唔係因為出嚟嘅 public exam 嘅成績係真係 OK 嘅 ，OK 即係佢哋謙啫。因為好實在嘅，呢個真係正正。學生啦，即係受者啦嚇，咁一個感受。我諗教育某程度上係人對人嘅嘢嚟噶嘛，咁同埋好多時年青人咧冇自信係好正常嘅，即係除非佢好標青，好多時就需要即係前輩或者係老師啦，去慢慢去鞏固佢嘅自信心等等嘅事情。咁呢個真係當然係最理想嘅教育啦，但係好實在，成一門生意嚟講，老師啊咁啊，你唔係好多學生嘅啫噃，你未必會夠嗰班即係一啲咁嘅大集團裏邊咧收到咁多學生，你哋點解會咁做咧？其實都幾黐線，即係如果你話去，即係譬如話，如果之前喺另外一間教育機構去做嘅時候咧，嗰個薪金係真係幾可觀。係咁又或者譬如Miss Tang 相比喺Miss Tang 之前喺一間中學裏邊教嘅時候，薪金又係一個幾可觀嘅薪金嚟。咁但係其實跳出嚟係一件幾黐線嘅事。係咯，我知道你哋好似要賣樓啊，成日人哋就賺幾層樓，你哋賣翻出去啲樓。係咯，點解會咁做咧？其實咧，我哋係喺自己本區教咗段時間啦，咁跟住就一啲因素，我哋就要離開間公司就冇教。咁嗰陣時諗住，喂唔做咁啊，我同阿邦尼講，喂人一世玩一世，不如去睇北極光，玩下先。咁諗住喂 plan 好曬行程嘅喎，諗住去一個月睇北極光，咁啊跟住咧就去唔知幾多個月嘅邊一度，因為都有一嚿錢，即係之前儲落啊嘛，錢使啦。咁跟住收尾，咁我哋中途就收到啲救生嘅電話，咁佢哋話 Miss 可唔可以幫我哋補習啊？咁樣我話我一個都 OK， 我哋有幾個，我話咁去邊度補啊？佢話我 book 會所。都好啊，即好有心想，即係呢個星期就去呢個會所。咁佢哋下個禮拜我打俾佢，喂，咁我哋下個禮拜邊度上堂啊？啊 B 同學 book 咗邊個會所？我哋就好似一班遊牧民族咁去到會所嗰度咁樣。咁後屘我哋就兩個再傾啦。即係其實我哋夠唔夠嗰個資金自己去做一間咧？因為都唔想，即係想一個穩定嘅地方俾佢哋，唔好俾佢哋咁樣周圍走，其實好攰佢哋都。咁後屘我哋就周圍揾咯，咁又發現你知香港地呢個租金好貴，梗係啦，租金好決心啊，大佬，租金貴之餘咧，係因為你要攞嗰個教育牌照啊，咁消防係消防嘅系統啦，要保護佢哋嘅安全，係啦，咁裝修嘅物料啦、台凳啦，所有嘢要兼顧嘅時候咧，嗰、那個數字係都幾大啊！即係個北極光就冇咗啦，北極光冇咗，喂，北極光有睇到，係有睇到，但係就唔係嗰次嘅 plan 就可能真係好遠，去完北極光，去完 OK， 去完翻嚟，咁樣咁就因為資金需要龐大的時候，就真的要賣樓了。賣樓就去拿這嚿資金出來。好有愛啊，整件事。好有愛，不知道，但很多朋友其實都有說，其實都挺黐線的。為什麼你世界需要多些黐線的人的，很坦白。很多朋友都說，其實你去教就還賺得更多，其實去教是賺得更多的。是了解，因為這個成本高，營運一門生意，即很多我的嘉賓都說這句，即是你同一時間你只是單一做一個技能沒所謂，但是一個 business 的話，你要兼顧的就會很多。即係唔係講緊係齋一樣嘢？頭先你講啦，咩消防啊，嗰啲凳啊，跟仲要有，因為我上去你個 office 啦，即係嗰個學校啦，跟住上 size 啦，有好多嘢你要兼顧噶嘛。咁仲要喺香港地喎，你仲要唔細喎，要租金喎，成件事係會有影響嘅。但係嗰種你話即係黐線啦嚇，其實我都好多時候我覺得，如果你冇呢個黐線諗法，你可能未必要令到一班即係年青人啦，可以咁大嘅鼓勵，可以有個正面和健康的成長，同埋另一方面，其實係佢哋俾緊動力我哋，係即係佢哋俾好多，即係佢譬如 Samantha 話好多關心，其實佢哋都好好嘅，佢哋譬如我哋病咁樣啦，佢哋會曾經有同學會煲湯翻嚟啊。佢自己煲定阿媽煲嘅啫，自己整嘅，自己整，即係有一排我哋係衝 DSD 咧，咁就加好多糖啦，咁就長期我哋兩個都爛聲嘅時候咧，咁有同學會自己整深茶
加蜜糖咁樣一個暖壺翻嚟，真係好窩心嘅。我完全明白，即係問心我都係教嘅啫。即係我明白你冇學生係相輔相成噶嘛。如果你下下都好勞氣咁樣啦，好似我以前我有個好尊敬嘅中學嘅 Sir 啦，佢未到退休年齡已經退休啦。我問佢做乜咁早退休啊？唔識教啊，打又唔得，鬧又唔得，又唔係特別醒。算了退休即真的有時候如果你很有心機而班同學仔他又給不了相對的努力、嗯、其實有時候我想不知道即是老師你他不識是正常的嘛是不正常的你肯學你肯做你未得都會肯花心機我想 相對的班同學仔質素很好令到你今生命底什麼都買了他我為了你們還有我想很不同的就是譬如剛才你說各位老師他退休又說、哎、我不識教我想是很不同的就是你在學校教書和在一個教機構裏面做教育即譬如 Miss Tang 他有分享過他以前做訓導主任的時候他說他跟個校長說辭職的那個部分呢、嗯、是有很好笑的、當年呢即我在學校走的時候呢、校長就即問為什麼走、啊、那我很記得很記得有一句我就說、我很不喜歡現在做的角色呢因為即你不要見我細細粒粒啦這樣但我是做訓導主任的你有氣勢的大哥氣勢很強的我以前呢買很多高踭鞋的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呢就因為 你要出現呢You have to make a big entrance 你要俾啲細路知嗱，我嚟緊啦，咁落落咁佢哋聽聲咧就知道，哎，分到嚟緊，咁你嗰啲嘢就要即係走鬼啦，係啦，咁咁總之就係其實咧我有經歷咧就係話啊，好似紅海出現咁啊，我喺 corridor 嘅街頭出現，嗰啲細路仔咧就伏曬喺嗰個corridor 度睇人打波啦，咁佢就會散曬入翻課室，咁我經過啦，佢哋就會湧翻曬出嚟咁樣，我話哇，我又製造奇蹟，又有紅海嘅出現啊，咁樣，咁每一日咧即係有好多就係細路仔唔中意你啦，因為你要捉佢啊嘛。係係係啊，咁跟住每一天我就係、是我嘅工作就係要睇下你有咩問題，我要指出你嘅錯處。嗯、我一開口我就係鬧人，喂你個頭做咩啊 ？gel 咗啊？有冇接羣頭啊？對襪咩顏色啊？見親你都係呢啲。係啦，咁跟住係變咗好多。好多負能量，跟住我就同校長講，其實我想我開聲係讚美啦。咁我唔想就每一次就係即係話你有咩錯有咩錯有咩錯。咁所以就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推動我，我覺得我想即係轉下形象。係咧，你講完之後令我諗起我自己中學嗰個訓導嗰個阿 Sir， 訓導俾人講細是啊，因為實記得，同埋因為我嗰時讀書嘅訓導係男嘅咧，我係聽到咧，係一男一女嘅每間學校都係。係咩？工程點解個男嘅？同埋我就係記得佢點樣咧，就係行過無端端嗰個，即係唔敢向後望嘅，會聽到忽然間啲 lock 架噗一聲，跟住就隻隻眼向後望，因為男士可能都仲有啲暴力嘅啦，我唔知。咁即真係每個細路仔都會記得訓導，通常都係冇乜好嘢。真係俾人講一世。係啊，真係。咁你就轉咗出嚟，就可以有一個讚你嘅即係心態同埋正面嘅心態去 run 呢一個咁樣嘅補習社。但其實我想問咧，喺市場上面多唔多你咁 passion， 即係咁有愛、咁關心學生嘅呢個補習嘅即係機構咧？實有嘅係嘛？即係冇理過人哋啦，即應該係咁講就係、是我諗每一個出嚟教書嘅人，最初嘅時候一定係一份熱誠，你一定有個熱誠。即等於阿 Samantha 佢未畢業嘅時候，我好記得唔知 Form Five， 即佢我係 Form Four 開始教佢啦。我唔記得 Form Five 定 Form Six 嘅時候問佢啊，你第日想做乜嘢啊咁樣？咁佢話我想教書。幾好。咁其實咧，想教書咧，我係好耐冇聽人講過噶啦。即係而家嗰啲通常都係話我想做 engineering， 讀 engine， social science 啊，我拍到嗰啲喎。咁但係話想教書喎，咁我同佢講話好辛苦喎。真係未真係辛苦，我都曾經試過學生，我都係用一個咁嘅説話，即係佢又係想教書，我真係同佢講話，希望你嘅熱誠。不要被這個真實社會磨滅，即是真的。最後他真的教了一年真的頂不順就離開了香港，因為在學校有另一個壓力。但是譬如說跳出來的我們其實每年都有做 recruitment、其實每年 recruitment 我們都、看到社會轉變，那些人進來教書那個心態是，因為剛才一開始的時候說了、補習好像變了一個產業咁樣，產業真係產業同上市㗎，人哋可以係有幾間公司上市嘅，我梗係知啦。咁但係即係佢哋會覺得我入到嚟嗱，總之我靚靚仔仔啊，好靚女嚇，我外形又
吸得下學生，我就應該揾過十萬一個月噶啦。哦，係。咁係，你會俾呢一樣嘢，即係佢一定要錢行先咯，掩蓋咗係啦。即係譬如我亦都見過有啲入嚟 interview 嘅，佢哋一開聲就會問我一年有幾多日大假嚇，有幾多日病假。咁、哦、就算唔係老師。伙計都會炒你哋，係啦，唔會請嘅。咁我就會諗，其實你係咪真係諗緊你每個月都要請病假咧？唉，係啦，唔係個心態問題。我諗呢、這個如果老師係咁嘅心態咧，咁冇嘢嘅，佢一係即普通嘅伙計咯，仲係好前線，好前線，即係準備收工，同埋即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每年咧某份報紙咧都會話俾你聽邊段時間可以連埋一次過攞幾多假嘅。係啊，即係老闆啊，反而就諗，我哋啲行唔可以嘛？一來二嚟就係話。你想想你或者一些很僆仔你才會想這些東西。你 SA 如果真的做管理層或者做老闆，其實你盡心盡意去做那些東西，其實你沒有什麼概念的、嗯、那變成當老闆聽到一個老師是這樣說，我想比老闆當一個員工這樣說更害怕，是啊，因為你會令到你那班即再教那班小朋友的心態都是這樣。是啊，所以其實我譬如我昨天上堂，我也有跟我的中五六的學生說了一句說話、嗯、我說其實個個同學拿五星星我都最開心啦，但是問題就是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有品的人、啊、是是的。我說你第日將來你去做任何一個行業，其實每個行業有一個使命感，而教書的使命感呢、嗯、是、你要將學生放在最前，是甚至乎呢其實 Miss Tan 試過有一次上堂，他上第一堂他沒有事的，他上完第二堂進回去過教員室之後，他好像、嗯、天旋地轉，他好像屍體一樣卜咗喺张台，发生咩事？点解无端变咗尸体嘅样子？啲学生咁难搞，尸体发现我，你应该拍咁样喺度噶嘛？发生咩事？上次就即系要有好多，即系我其实我有自己嘅执着嘅，咁我每一年咧我都要去。modify 嗰啲嘢啊，咁我又唔會一樣嘢咧就用十年咁樣都係用嗰啲，咁、嗯、啊又要加埋整，係啦，要執嘢啦，又要改文啦，又要上堂咁，咁就就休息唔夠咯，咁所以就但係就即係堅持都要翻去，咁、嗯、但係捱到一堂，因為第二堂都即係。頂不順了，那就讓他發現屍體咯是真的。我想、以一般的、就是、大眾來說，知道老師本身體力透支是很正常的事情的、嗯、因為傳統啊，講傳統學校、嗯、不要計算你補習先、嗯、因為他們每一堂是基本上緊接的嘛，跟住、啊、然之後可能有課活動啊，有啲咧咧啊，咁跟住就會有句名句啊，前世殺咗人，今世就教語文。你我每一年在改文的時候呢，我就會說唉，我上一世界是什麼惡不赦的殺人犯，為什麼呢？還要是特意教語文才這麼淒涼？來的啦，Samantha入行都是殺了很多人。為什麼呢？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這個情況，一般來說，在我們一般人來說，覺得所有老師都很淒涼的，為什麼你覺得語文更加？因為語文 你有很多的 preparation 要做啦，又要改文啦，改文其實你又不是 剔戰嘴咁樣就得，俾個分數又得，即係冇一啲好即係譬如計數啱就啱，唔啱就唔啱啊嘛。咁你要俾 comment 啦，咁你又要幫佢即係更正改啦。咁所以每年改文嘅時候咧，係真係好痛苦嘅、嗯。即係你改篇文，你唔會五分鐘搞掂㗎。你唔係 MC 嘛，唔係冇啲 choice 嗰啲冇。不過改阿 Samantha 啲文咧就好賞心悦目嘅。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咧，哇！啲紙仔好靚嘅，都係視覺都有需要嘅。嗱，其實都提同學咧，寫字靚真係好重要嘅改文。首先小時候他家裡沒有花時間讓他只是練字而不是練其他東西他那些字呢好像 copybook 那些不是打字機的我們小時候很認真小時候字很噁心的他媽媽說寫靚這些字的人都靚一點他就開始練字為了靚一點這個相對有耐性多一點嘛因為在、即聽你兩個講的時候裡面你花的時間心血是都多的、嗯、即我想你因為你的量不算太多嘛、嗯、其實會不會就是說經常都講小班教學、嗯、即在傳統學校裡面、嗯、到現在都未得當然是、嗯、但在補習部分裡面你們可以實現到這件事呢小班其實我們的 class size 就 depends on 學生的level、嗯、即譬如去到中五六其實我們的人數都挺多即是去到二十幾人一班都有、嗯嗯但傳統四十喎傳統是四十都叫做 cut 了一半了如果再小一點的學生、嗯、即譬如 Form 1、2 小學那些人數再小一點、嗯、因為有時候教學是很講那個 interaction 氣氛、嗯、即如果上堂得小貓兩三個呢、嗯、有時高中呢、嗯、他會睡覺的了但如果你譬如說一班有十幾人的跟著你又會分開不同的 team 做
discussions 嘅，咁佢哋就會好開心嘅。咁所以有陣時class size 亦都係我哋會去諗，嗯，因為有啲人就會覺得，梗係啦，你一班擺30個，你咪賺得多啲咯。係啊，所以呢個都係實質錢嘅問題嘛。咁但係其實撇除呢一樣嘢，其實我哋都會考慮嗰個課堂嘅設計，因為有陣時課堂我哋要佢可能。要做 group discussions 嘅時候，可能你要分組，你要分上喺人數先分到組嘅。咁，但係有啲課堂又唔開咁多人喎。咁譬如我哋暑假做 debating 嘅，咁 debate 我哋仲要拍片添嘅。咁你辯論啊嘛，辯論你都係四五個一組，咁你咪變咗可能得八個人一班嘅啫，都係咁樣咯。好玩呢啲，好好玩啊！可以，因為好實在嘅，我諗補習嘅地方嘅好處就係你哋嘅課程裏邊有好多嘢可以。是不是算自由多啲咧？因為即係傳統學校裏邊去跟嗰個 syllabus 啊、marking scheme 嗰啲，你好多時間要追，好多堂就又要追，即係唔好理佢得唔得，總之搞咗先。即係我印象當中啲老師都係咁淒涼嘅。咁但係因為始終補習嘅部分裏邊，你係配合噶嘛，相對配合係咪可以透過多元化嘅形式，可以幫到啲即係學生去學習或者鞏固佢哋嘅能力咧？都係。其實如果傳統嘅教學方法，我哋都係 chalk and talk， 你都係寫下嘢，咁你打下字，咁佢咪抄咯，抄我哋同學抄抄。即係抄，即係跟住就串串串。係啊，我以前咧上中學咧。上一個 IS 堂嘅 Samantha 都笑我，有分享過我 Sir 咧，即係串字咧，你嗰啲bio 啊啲好多字串啊，好長啊嘛。咁我記得form 幾開始係咪上嗰啲 lab 咧有 IS 堂咧，即係 Bunsen burner， 佢就成日都話串同埋讀，同學仔串同讀 Bunsen burner， 咁咪讀三次串三次咁樣咯。咁呢個好傳統嘅，咁但係要讀三次，佢示範咗呢一個教學方式俾我哋聽好多次嘅，我哋都識學佢講。咁但係呢個好傳統嘅方法咯。咁甚至乎而家有一啲補習學校，其實佢哋都會係你入到嚟，你都係做 exercise， 你做卷，即係操卷啊，操卷咁啊，唔問因由噶嘛。係啦，操卷咁啊，老師咪同你改改改咯。咁啊，學阿 Miss Tang 話齋，即係容祖兒都有講啦，係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咁樣。咁你話剔剔剔改一改，無間做係啦，無間做咁樣。咁其實細路仔係唔得嘅，佢哋冇呢個 review 嘅能力。冇嘅，佢只不過係完成咗個 task 啫。係咯，佢覺得我改正好改啦。佢冇個心，點解我會錯咧？佢就係覺得我想快啲走，我快啲完成。咁但係後期我哋而家就會再演變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都上次頭先我講去睇北極光咧。其實北極光嗰個嘅旅程，其實我哋有好大嘅反思喺教學上面。我哋睇到北歐嘅教育。哇！真係好好睇嘅，真係講真。真係好好睇啊！係咁同佢哋當地嘅人傾偈。他們會很 amazing， 香港三歲入學，他問我教什麼？因為他們是以人為本，你人的發展、大陸的發展這個歲數，你不能夠用得太遲，不可以用得太遲，即你只會更加扼殺這些很重要，經常都說的你創意啊，說你原創力啊，那些是基本上如果你 copy 得太多，他就會零的，基本上。還有我們跟我們學生溝通的時候，即一般現在的學生呢，其實 Samantha 幾歲開始補習？Form 1 okay， 即是很小，弟弟就是小學開始補習的嘛，是即有些是小學小一已經開始補習。 我也有些家長，我以前覺得小學的補習會是什麼呢？我都曾經做過小學補習的老師，是什麼？只是看著他做功課而已嘛，即純粹要個保姆去看著而已，那不是叫補習啦，是找一個監工啦，基本上叫補習書童，都是這樣說，都不是的，就是這樣，姐姐怎麼讀都會兩句的，但問題是現在是真的要教他東西的嘛，真的要幫他一點點啦，都是即其實都是保姆多的次，都是保姆多的。譬如我有些媽咪都會說有沒有小一課程，咁我有陣時都倒少少，即係有少少倒自己米嘅。我話小一其實點解要補習？咁我就同我媽咪傾咯。咁但係喺我哋去翻頭先講嘅話，以人為本，你要佢吸收，咁我哋就唔再咁唔可以單向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個課程設計就同一啲般補習社好唔同咧，就係、是我哋會拆唔同嘅 module， 即係例如細啲嘅，我哋會好似教佢。而家啲細路仔好中意睇 YouTube 嘅嘛，係啦。咁佢哋就一個 QL 一個課程，係啊，要係啦。咁佢哋就我哋透過佢，譬如教佢寫 writer report 或者寫影評。咁以前學校都係交影評、交 book report 啦，交咁寫完咁交咯喎。咁但係我哋就要佢再好啲，我哋就要佢對住鏡頭講。咁變咗你就可以執佢啲 action 啦。咁呢一樣嘢咧，
佢哋好開心噶，佢哋開心啊，因為佢知為乜啊嘛。係啦，爹哋媽咪咧話俾我哋聽咧，佢哋會喺屋企匿埋間房口噏噏啊，沖涼又口噏噏啊，咁佢係投入咗喺個學習上面。會啊，爭好遠。即係頭先你話北歐咧，有時睇芬蘭嗰啲即係新嘅教育嘅部分，佢哋嘅概念咧係講緊佢哋真係要完成一件事同埋整合啊嘛。你淨係俾個文理，佢就係處理咗文字，但係你當佢喺鏡頭面前啊，即係你知我今日教講嘢嗰啲嘛。成件事爭好遠嘅，佢碌屎可以背翻俾我聽，但出到嚟，咁你咁咪即係處理唔到咯？即係佢要同一時間要整合，即係語言佢處理到，但係佢要表達出嚟咧，所有嘢整合佢大腦嗰個能力會再提升啊嘛。咁同埋就係好肯定嘅就係冇得走啊嘛。佢交俾你可以嘅，算啦。咁但係要拍咧唔得喎，真係要做好，佢就會更加努力啦，去鍛鍊好自己。其實對於一個學生嚟講都係件好事嚟嘅。係啊，譬如Miss Tang 佢想 debate， 佢又話。教咁多年書未試過咁開心，梗係啦，攞正牌鬧交喎，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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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中意嘅佢哋，係啊係啊，同埋佢哋因為以往咧補習咧，即係佢哋會 expect 係啊Miss Bonnie 你有啲咩教我哋，有啲咩俾我哋啊，咁但係而家就係如果做 debate 咧就調翻轉啦，佢哋係 self learning 係自己去做 research 咯，咁蕭公子你今日唔響度嘅 debate 啊，係啊，佢中文大學隊嘅顧問嚟嘅，唔響度，係啊，咁都聽翻佢哋。有啲反應就係、是、即係譬如我哋啱啱暑期嗰個課程完咗啦，咁都同家長講翻啊，我哋暑假做咗幾多場 debate 啊，咁佢又做成點啊，咁都有啲家長講話啊個細路仔其實佢都好中意嘅，咁佢話係攰嘅。但係攰得嚟，佢覺得真係學到嘢，同埋覺得好玩。咁其實我覺得係引起佢嗰、那個興趣，去自我推動，肯去做嗰、那個先至係最重要嘅嘢咯。係咯，如果佢唔中意嘅話咧，佢係俾人逼係唔做得好嘅。因為我都可以少少分享，即係工作啦，即係僱主嘅立場，或者我都係教 presentation， 好多時遇到啲學生，因為過嚟我度已經讀曬書㗎啦嘛，就會出現咗個情況，就因為慣咗係被動形式咧，你問佢係冇反應嘅，跟住就等你。俾資料佢，咁我哋做 event 嗰啲等，拜拜。即係你要好精靈去整合，同埋就算咧，我有時有啲嘅學生，佢嗰個讀書成績好 OK 嘅，哇又唔知攞咩 A 嘅 language 嗰啲，但叫佢出嚟講 present 嗰啲咧就出事啦。咁啊出事完之後啦，即係譬如 MC 工作成日都講嘅，你需要有 common sense 啊，醒目啦。common sense 嘅意思咩咧？基本上你連做人嘢你都要知啦。咁冇咯，佢單向咗某一部分。而家其實嗰、那個。教育制度是令到香港的學生其實都完全明白真的是很大的，即是現在的教育制度是有 input 但學生 output 不到，他沒得出來，即是好像譬如我一人說小朋友其中一部分令到他為何大腦會這麼不知道怎樣，就可以看電視他 被刺激，但他人都是這樣坐在那裡，咁你咪好多時積積埋埋嘢一樣，好欣賞你哋做呢個方法，咪玩 debate 啊，或者做 KOL 等你自己上鏡，其實好花老師時間。要㗎，你要剪尾。唔係咯，即係 extra 做啊，所以全學校係唔會做呢啲嘢㗎嘛。同埋你追唔上個制度，但係因為你做過呢啲嘢，學生就要人生整合好多樣嘢啦。你唔係淨係你即時要學嗰個 script 啦，要寫啦，你仲要 present 啦，你仲要諗到一啲嘢，因為始終有啲嘢要解難㗎嘛。即係好多嘢唔係真係齋講就算㗎嘛，個效果又唔同等等嘅事情。咁你就要不停學習，可能你單一個 task 好似好少，但其實要訓練到佢哋嘅嘢係會多好多。而呢一樣嘢真係真正啲，我諗係咁講啦，人係基本需要呢一樣嘢，甚至乎再新啲嘅教育係咁樣做法。多謝你哋可以認認真真做呢一樣嘢。其實我哋都想就係話一路去落去嘅時候，因為其實我哋過往幾年咧，我哋見好多學生，尤其是高中學生，佢哋中四嘅時候好活潑咁嚟嘅喎。跟住佢會越大，你覺得佢越沉啊？係因為佢哋受壓緊啊！即係譬如我想翻嚟啱就招四個你啊嘛，咁樣講發生咩事？係啦，點解會咁樣嘅咧？你哋嗰個變動？因為放咗學再過嚟真係好攰，你係乜嘢都唔想講嘅啦，嗰下係，即係想聽咯，跟住抄咯，得未啊？走得未啊？咁係會係咁咁。因為有少少似之前阿次官啊，即係我哋另外一位嘅即係 founder， 佢都喺個節目裏邊都講話好得意嘅。佢話：依家小朋友啦，應該玩嘅歲數冇得玩，冇得玩係。係啦，跟住咧到大學生嗰陣，我自由咯，唔係起翻之前所有嘅嘢，等於我哋試過有收過 CV 咧，見工咧，咁佢哋會講話，即係譬如佢之前轉過幾份工，咁跟住咧佢轉工嘅原因咧，佢會話係looking for different lifestyle， 係同埋係需要自由多啲。
嘅 freedom 咁樣。咁我哋就喺度諗啦，咁做 master 咧？你大學畢業之前你坐緊監，我覺得好正常嘅。即係呢間嘅教育制度，即係要講呢件事，即係一萬樣嘢，即係佢講啦。咁但係其實令到個小朋友冇咗個自主性，甚至乎亦都好坦白，我過往都變得啱。即係上一集我都同阿上一次我做節目都同阿蕭公子都講，我身到事業都落曬。我教一個學校裏邊咧個活動啦，咁啊啲小朋友就鼓勵佢自己寫 MC 稿啦。咁 suppose 嗰個 training 係咁樣噶嘛？咁你係要改嘅，因為有一啲嘢佢一定寫得唔夠好嘅。咁改，但起碼好大部分係佢自己元素啦，佢自己 character。跟住好啦，差唔多臨尾嗰陣，上邊高層一嘢砰，誒唔夠好，串曬佢咁滯。最撈尾其中一個老師都好認真地即係去 negotiate， 最撈尾都留翻一啲。但係嗰下我好深感受就係、是。其實你扼殺咗小朋友嗰個進步。其實學校嘛，其實都有少少錯係好正常嘅。但係點解要咁樣去抹曬咧？咁你不如直情俾錢佢當 part time 請佢講你講嘅嘢啦。咁呢一個講緊就係話有陣時嗰個傳統嘅部分裏邊嘅教學等等嘅事情係真係扼殺咗好多小朋友，令到你哋。即係做嚟做乜先得㗎？都唔係自己想要嘅嘢，想自己發出個聲音都唔得，成日都錯嘅平台學習，有陣時會更好，但係錯嘅平台學習就老師辛苦啦，因為你有排執啊嘛，執完真係好大件事嘅喎。錯又唔緊要喎，即係喺我哋度咧，有陣時我哋好鼓勵啲，我哋好怕啲學生上堂唔講嘢，即係越教得多，你發覺啲學生唔講嘢啊。佢唔講嘢就可能阿Samantha話齋就係放咗學佢攰啦。第二就係有啲係佢可能以前成日錯就會俾人鬧錯啊，唔啱再諗。咁佢諗狗仔啊嘛，睇完之後唔即係佢諗到就唔會錯啦。咁但係我哋就好鼓勵佢錯。咁你譬如你個句子錯咗，好鼓勵佢錯，因為你錯你先學習到嘛，係咪？咁你科學上面咧錯咗嘅學習咧，大腦係會更加記得。咁我哋好多時就會寫翻佢嗰句句子出嚟嘅，咁我哋就會同佢一齊諗啊邊度有問題咧？咁我哋就會話俾佢聽可唔可以呢句，譬如話呢一個生字有冇第二個生字可以取代到佢，或者呢個句子可以點樣寫得再好啲？會因應佢嗰句而去再幫佢轉你會引埋佢自己諗噶嘛？係引埋佢自己諗 ，instead of 你俾一陣嘢佢去背，係即係如果你咁樣嘅話，老師你咪個時間會等好耐咧。因為我都時間喺度等你諗，你諗啊！你等佢嘔出嚟個時間都幾耐喎。咁成班一齊諗嘅，係，即係起碼你肯做呢個方法，但係傳統學校唔會噶嘛。因為時間嘅關係，俾埋答案，拜拜，落堂。咁佢咪唔使用腦咯？少用腦咗嘅而家啲學生，所以 that's why 我哋又要再去諗，就話會唔會有其他課程可以令到佢哋又用腦用多啲咯？我好需要你哋多呢啲咁樣嘅課程，因為嚟到我度，我話俾你聽，我係咁樣，因為太多佢哋係唔去思考好多嘢咧。其實係我係感覺得好出事嘅，因為你第四人生係你自己噶嘛，啲父母係唔會即係陪曬出嚟，老師都唔會噶嘛。我形容係咩咧？就係你哋呢間學生階段嘅時間裏邊咧，似喺動物園裏邊嘅動物，即係餵好曬嘅所有嘢嘅。但係父母咧期望佢哋啦，當一畢業嗰陣咧就去翻個大自然嗰度咧廝殺，但佢完全係俾人餵食嘅喎。佢點識到似廝殺咧？咁變咗呢件事，如果你醒少少嘅，就喺動物園裏邊咧，你都要自我求生。咁出到嚟嘅時間裏邊，你先可以即係爭取到好多樣嘢。因為我見外國呢間好多時嘅教育已經好大轉變啦嘛，啲人可能睇 YouTube 等等事情，同埋啲僆仔幾歲十幾歲話改變世界啊，整個 Apps 咁樣已經係即係成件事嘅諗法係跳出香港嘅傳統教育。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都正正係大家要考慮，同埋以我所知，你哋頭先嘅形式教即係教法教傳統嘅 language 之外咧，都好似有啲新嘢，係希望可以教好啲年青人，所以加埋落去。係啊，嚟緊就我其實而家都已經開始進行緊嘅，咁我哋就即係英文。是一個 language 啦，母語中文是一個 language 啦。咁其實第三個 language 其實而家小朋友要去學嘅就係我哋講緊電腦個嘅 language。咁其實譬如我同啲學生分享嘅時候，佢哋都會同我傾偈就話，佢哋上 ICT 堂啦，即係而家中學嘅 ICT 堂咧，係咩啊？我唔知道。電腦堂，電腦資訊 ，OK。咁佢哋其實係要背 script 嘅，佢哋話俾我聽要背。咁我問緊佢咧，學緊啲乜嘢嘅 program 啊？咁因為其實我好細個學電腦啊，我係電腦即係會考都要考電腦，即係我係用緊蘋果嘅第二代嗰陣時 ，Apple IIe 年代，即係咁大個。
嗰啲好厚嗰啲。嗰年代開始學電腦，但係嗰陣時我好細個學電腦嘅時候咧，已經培養到我其實我唔打機嘅，我個人係唔打機嘅，我唔玩 iPad 嘅。係。我會用 iPad 用電腦，但我唔會攞嚟打機，係因為我覺得呢個 device 係幫我做嘢嘅。係。咁跟住就同啲學生傾偈嘅時候，佢哋話佢話俾我聽要背 script， 哦，其實唔使背嘅喎啲 script， 其實你係諗個 logic flow， 你個 logic flow 你通嘅話就 OK。係。跟住佢話。不是咁噶 ，Miss。咁因為其實佢哋好大個先學啊。咁係咪啲老師嘅課程嘅問題啊？呢、這個我 suppose 啲 formula 嚟嘅 formula。咁但係其實其實如果你電腦 program， 即係我哋講話嗰另一個 language， 其實係 computer language 咧，其實四歲已經開始學噶啦，可以學到。係。咁唔係我嚟打機。唔係攞嚟打機。首先你唔好攞嚟打機，呢、這個唔係電子例子。譬如我有啲課程嘅就係話，佢四歲開始學 coding， 我哋見電腦嘅課程。嗯但我不會給部 iPad 他用咯、我們有一些很實在的叫 devices 他要去砌砌了之後他已經有個 concept 知道、哦、原來呢如果我走 A 我即是我 input 個 A 呢他就 output 到個 B 啦那個機械人就懂得這樣去行但他就不是用電腦去做啦但是呢就有個好處就是個小朋友當我想 input 個 A 他出不到個 B 的時候為什麼呢那他要找是的那、其實外國現在很多地方做嘅，基本上係，但係香港又冇乜啦。我因為好坦白，頭先你講嗰類型嘅嘢咧，我覺得係一個基本人生存嘅基本要素，同埋咧，你話 logical 嘅問題咧，好多時啲問心嘅，好多時啲小朋友冇乜 logic 嘅有啲位。係啊，即係你譬如呢、這個引申到去到我哋教語言啦，即係我哋點解其實我哋希望透過呢一樣嘢，令到佢哋語言能力會好咗，係因為大家會發覺同啲朋友傾開偈，而家小朋友話大學生都好啦，可能佢哋講嘢係冇一個好系統嘅組織能力，或者寫嘢亦都冇一個好有系統嘅組織能力。我成日問佢哋講咩啊，即係乜嘢都食飯，邊個食飯啊？幾點鐘食啊？即係完全係有頭冇尾，即係成件事好古怪。因為牽涉到，因為我係你算係我呢啲出職在職啦，即係甚至話俾你知，我啲係在職嘅。變咗好多時候我接觸好多在職嘅，即係有年青人即係轉嚟在職嗰啲啦，或者我好多朋友請人啦，即係請一啲 fresh grad 點樣好啦。我話俾你聽，你嗰張沙紙幾靚都好，你冇乜 logic 啦，個人真係唔等使啦，係會出事嘅，佢真係會炒你噶。係噶，即係呢個基本嘅，你話 common sense 好點，係就真係你哋依種嘅練習當中好多細嘅解難。你話責任又好點都好啦。譬如頭先你話 A 跟住 B 唔著，咁啊啲僆仔著唔著，跟住坐喺度點啊？咁你可唔可以翻工？咁老闆唔知喎，點啊？係咯，冇人炒你咯，就咁簡單啫。即係如果佢自細已經有個解難能力嘅，其實我相佢相信，譬如話第日，因為傳統咧，我哋大家都會覺得，哇！你電腦咁勁嘅，我啲朋友成日話你電腦咁勁嘅，你應該數學好咧。我話我數學我會合啱合格嘅咋。當年都係，唔係完全係啦，即係完全關事。其實係兩樣嘢，因為其實個 logic 同你數學又唔同。咁但係我好相信就係，亦都有啲數據出咗嚟嘅就係，如果細細個培養咗嘅話，佢個解難能力一定會高咗。而佢有解難能力嘅話，佢學習其他學科佢會容易咗嘅，同埋主動，即係我主動學習都教咁多學生啦。某程度上咧，因為 MC 極嘅 MC 唔係 presentation skill 啊，即係我成日都講呢句係解難嘅問題嚟，尤其是職場嗰啲，唔係即係齋讀稿嗰啲啦。我哋好多時要 solve 舞台 problem 嘛，就係解難個問題啦。你唔主動嘅個嘢會爆啦。二嚟就係你唔慣做解難咧，佢係會唔即係覺得搞唔掂嘅咯，搞得掂嘅咧。佢冇咗呢個慣性，即係可能係由細個呢種學習啦。因為我都睇到某啲嘅年青人嘅特質啦，佢哋係如果個人咧係 helpful 啦，同埋成日都想去解難咧，佢哋喺舞台上邊係會容易去處理到，同埋嗰啲嘅人咧打工耐啲嘅。係噶。你明我講咩？但如果咧，譬如嗰啲哎呀，唔知點喎，喺度等人救嗰啲咧，或者真係懵下懵下嗰啲咧，好快俾人炒噶。所以Samantha 咧，其實而家我哋同佢關係已經唔係一個老師同學生。其實佢已經係俾咗我同事。係，即係點解你有一個工作機會，其實都關事就佢啫。佢哋都會睇緊你個 behaviour 噶嘛，相對好多時個成績當然佢個文好 OK， 但係佢文好 OK， 但係令到你火爆嘅。你都想死啦！即係要做嘢同你真真正正學生又唔同嘛。雖然話你係老師啫，但係問題就係話之後你就呢個老闆啊，咁都一樣啫嘛。你要處理嘅事情嚟嘅。我諗裏邊我都想講就特質好重要，而即係好多謝兩位嘅即係老師搞咗一個咁好嘅即係呢一個嘅即係補習地方，而係用翻人最基本嘅嘢。因為你出嚟職場咧，我哋係要呢啲嘅 skill 㗎。
即係要講緊你解難啊，你點樣去處理能力？只不過透過啲好玩嘅方法，又 debate KOL， 我唔知仲有啲諗啲咩新嘢去搞佢哋。係啊，咁譬如係咯，呢個就係佢哋。其實我覺得係好多家長，我首先係我諗係教育係教家長都需要。你哋有冇啊？我覺得係其實我哋係成日都教育家長，同家長傾偈，都聽話嘅。真的嗎？都聽聽話。我哋其實每一個學生嚟到，其實我哋要 interview 嘅。咁我哋所謂嘅 interview， 其實我哋會 in 埋個家長。咁、有啲同業嘅就會話咁得意啊，學校做 interview 啫。好細個先至要做 interview 啫嘛，如果家長。我哋都 interview 嘅家長都。咁其實因為教育唔係淨係個學生同埋個老師，其實個家長家庭嘅配合都需要。咁所以我哋都會見埋個爹哋媽咪，同我哋傾一陣偈，了解一下佢哋。有冇啲咩特別嘢嘅？咁尤其是譬如我哋，其實我哋又唔係話好有錢，亦都而家只不過係收支平衡。咁但係我哋又好想幫到人。咁因為其實我試過 in 一個家長嘅時候，因為 in 佢喊啊，因為佢話俾我聽佢補習費係一個 issue。咁跟住我就同阿 Bonnie 傾，跟住 Bonnie 話俾半價佢啦，我哋資助佢一半啦，咁樣。咁咁但係我資助佢一半之餘，我哋又會同翻個細路仔傾。其實你屋企呢個環境，爹哋媽咪揾錢俾你，其實好辛苦嘅。咁即係其實同家長嘅溝通，我哋會知道佢家屋企有冇經濟上面嘅困難。如果佢經濟上面有困難，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嘅，我哋會相對性去幫佢啦。咁另外就係有一啲學生原來佢背景都可能屋企環境比較複雜，家庭關係複雜嘅時候，我哋都希望幫佢去解開啲屋企嘅結啊。因為當佢解開到屋企嘅結嘅時候，佢學習上嘅時候，佢就會更加專心嘅。其實呢啲令我諗起咧，好早期即係再細個啲嘅年代嘅傳統學校，唔應該做呢啲嘅咩？即係講德智體群美啊，啲老師係應該去即係照顧啲學生，而聽嗰啲好美麗嘅故仔就係、是：哎呀，你屋企有啲咁問題啊！即係阿老師自己放學同佢補習，即係呢啲曾經出現過嘅美德，依家要喺補習嘅地方先。阿 Miss Tan 嗰陣時曾經俾一個藝人話佢係熱血老師噶嘛？我以前有一個即係舊生，而家係藝人啦。咁佢細個嘅時候咧，翻學都要好多推動先至肯翻嚟嘅。咁我就每天早上就打電話俾佢，喂，起身翻學啦。好正啊！呢、這個人肉鬧鐘。係啦，咁佢就叫我做熱血老師嘅當年。係啦。但係佢依家譬如大咗啦，即係仲有聯絡嘅，即係都仲會記得，即係呢個咁熱血老師。好多時會唔會話咁講？你哋係對啲年輕人嘅人生做咗好大嘅轉變。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咧，身邊都會有啲幫你開竅或者啟蒙嘅人，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我自己中意英文係因為我細個讀書嘅時候英文老師，咁長大好多經歷嘅時候咧，其實我成日覺得人生你會遇到好多不同嘅人，唔同嘅人會帶嚟一啲唔同嘅智慧俾你。咁喺我哋喺學生嘅出現裏面，我成日都會覺得，Miss 張。即係 Miss Florence 未必可以俾到好多大智慧你，但係我都希望可能某程度上原來有一啲人生嘅嘢，我係幫到你嘅將來。即係呢個係我哋希望做到咯。即係尤其是當我見到阿 Miss Tan 有好多舊生咧，即係翻嚟探佢啊。因為其實我之前你識我都知道我做 marketing 噶嘛。我梗係知啦。我哋做教育，忽然間，咦？點解轉咗個 channel？ 即係我哋係合作。我都要諗咗一陣先，你轉 channel 嗰啲咁嘅。因為以前係我嘅工作係對好多雜誌啊、business 啦，同啲星合作啊，我哋都係咁合作噶嘛。以前都喺個舞台上面咁，跟住認識到阿 Miss Tan， 跟住。佢話：不如邀請一起 做教育啦！我又想轉行，因為轉做教育。咁起初咧，其實我就用咗好多我 marketing 上面嘅概念嘅。跟住後屘我其實俾佢感染到人唔係咁樣，當我佢人嘅成長，即係當我見到佢好多舊生，哇 ！Miss Bonnie 會翻嚟揾佢啊，或者分享佢哋以前上堂嘅嘢嘅時候，我係被感動。你而家都有啦，有學生。你終於有自己嘅。你而家有學生寄 postcard 翻嚟俾你啦。唔抵得。即係真真正正嘅老師，我諗其實如果你有任何嘅教育，譬如 Samantha 陣時都會即可能都要經歷上一件事，就係你做啲教育嘅部分裏邊，學生係你嘅好大嘅動力。有陣時幾計較都好，即係只要你搞掂自己嘅生活，其實好多時寧願去培育下一代，而呢一類嘅老師先真真正正，我諗即真係叫老師咯，亦都。我不是想說話即是外面其他人會怎樣，但有些你見到是準時收工的，即是感覺是
你是一個功課做了啦，交完，但那些是學生來的，那變成你可以想想，即是接下來這一代的小朋友會怎樣呢？那他們的心態上會成長會怎樣呢？在學校當中，其實除了家之外最多時間的了，見我們最多的了，不是咯，那教的知識敏心定時 internet 已經全部解決不完。現在我那次看一個科技節目都挺開心的，如果學生見到他現在 Google Glass 已經 out 了、Lens放在裡面，然後看到份卷的答案全部在那裡我那天真的很開心，我想起如果我學生很開心但倒回來也有另一個悲哀，就是所有的資訊其實你不需要太擔心去記，你總有方法，但你的解難和整合能力很重要，還有人品很重要，人品很重要，這個是很重要，因為問心出來請人請的，到現在我都是那句，我找一些即學生也好合作的人都好，我品行先的，你幾勁都好啦，個品有問題，遲早都出事嘅。即除非當然你遇咗個老闆，佢本身係品有問題，可能佢需要嗰啲人。咁但係呢個我諗都係值得去思考。但我又好想即係問下 Samantha 啦，即係頭先兩位老師咁熱血啦，講到佢點樣即係可以成就唔同嘅年青人啦。咁你就其中一個學生啦。你嘅感覺會係點咧？你覺得對你嘅人生價值觀有咩嘅轉變等等嘅事情，我都想訪問下你呢一樣嘢。哇，好複雜，好大的問題。但事實上係㗎，即你喺當中裏邊，點解你會留低，或者兩位老師有啲咩做咗令到你有啲改變等等嘅事情？因為我覺得佢哋係好俾心機教，係啊，即係我唔開心，即係好大力嘅時候，佢哋會開解我啊。即係帶我出去個露台度散下心啊，跟住話你個露台真係好高興望住個街景㗎。佢嗰陣時唔開心，我話我成日答住佢，啊，唔好上堂啦。佢話佢夠鐘上堂啦，我咩事？我同你去曬太陽先咁樣，落去行個圈嘅。係啊，跟住同其他補習社係唔同嘅，即係感覺好似好 close， 因為可能唔多學生，即係一班唔多學生，咁你可以好多時間同佢落咗堂之後可以同佢傾偈，會即係會。不單止關心你的學業、你的身體狀況、你的開不開心、你的叫什麼情緒、情緒都會看著，整體感受來的嘛這部分。但會不會對你譬如立志做、老師等等都有影響的，或者你的 model 即定時可能會做他這隻的老師多過很多普通學校那些老師，即放個學就走這樣？應該一出嚟都會做咗全港學校啲老師先、因為都攞咗個教育局嘅 scholarship，、要做咗三年先，係fulfill咗先，fulfill咗先，因為就還錢，好實在嘅。OK， 都係一個方法，都係一個方法。但係你個咁，你會揀選嘅模式會唔會就參考咗兩位老師嘅一種咁樣愛嘅方法咧？會㗎。係，佢哋真係好關心啲學生。咁我都會好關心啲小學生，因為將會教小學生。咁你好，我好開心啊！小學生見到你個爆牙好 cute 嘅感覺。但係當然姐姐都要講實際嘅嘢俾你知嘅，即係好實在就係你要記住喺三年裏邊咧，要好好保持住呢份嘅真心同埋真誠，因為真實嘅社會當中裏邊嘅洪流咧，佢不停喺度衝擊，喺度淋熄緊嗰啲熱血啦，即係話啲熱情咧向呢一個教育部分裏邊，但係即係好好地保持住，因為喺香港某程度上啦，細路仔嘅教育咁細個教育係成個人嘅根基嚟嘅。即係你越打得越穩陣咧，其實將來真係成才定成蟲就嗰班人嘅啦嘛。即係去到你哋嗰度都算大啦，已經係大啊，係啦。咁你即係仲係小學，咁所以要好有呢一個熱誠，你嗰種關愛同埋真係對每個學生嗰種嘅即係關心佢個成長先會大好多。即係呢個都係即係我成日都好尊敬各位嘅老師，因為真係會影響小朋友，同埋有時我哋依啲係出咗嚟做嘢嘅嗰班咧，你又睇到應該細個係梗係做得唔夠好嘅。而最慘是很難教啊，即係佢嗰個肯學呢一個咁樣嘅態度啦，其實都好難嘅。有啲係知咯，即係譬如話之前啱啱即係對上一集嘅嘉賓都講話，依家譬如有啲出嚟做緊嘢人啦，佢哋嗰種重新再學嘢或者不斷學習都少噶。其實呢個就係細細個嘅時候裏邊，即係可能見到老師或者可能係一個嘅學習過程當中，要知道不斷學習，搞唔掂個 debate 要自己練咯。QL 嗰度搞唔掂要自己練，就係要不斷去令到自己有進步，唔好食老本。你食咗老本咧，就會變咗側邊。而家譬如台灣啊、內地咪好多地方啲人咪好叻咗好多嘅比以前。原因係佢哋不斷進步嘛，但係可能香港太舒服啊。
香港係嘅同學係相對舒服。我好記得有個同學嗰陣時問我。於是你嗰陣時畢業咧，你去邊度旅行？咁我畢業咪去長洲啊！即係我哋嗰啲年代係，係我都係長洲嘅啫。同啲朋友都去長洲兩一夜咁樣瘋狂一日，咁跟住你咪各自揾工咯。咁跟住佢唔係呢啲啊！講緊嗰啲 grad trip 啊，即係而家嘅 grad trip， 你哋係去韓國、去日本。但係我哋嘅年代，我同啲人家長洲啊！我仲有嗰啲相嘅講，我仲諗起。係啦，即係連讀大學都係自己供自己嘅。跟住 Miss Chan 同佢講話，畢業梗係揾嘢做啦。咁跟住佢話咩啊？佢話你唔好教壞我。佢哋話教壞我啊！我要去旅行㗎，咁樣去旅行咯，畢業去旅行。即係因為而家嘅父母而家父母因為經歷過很多不同的起跌，大家做父母都希望給最好的東西給小朋友，都覺得你可以讀到書你繼續讀吧，不用那麼快出來做事，不需要養家，但是我們的年代是你快點養家就可以幫在家裡嘛，即不要這樣想，所以現在有時候家長他跟我說我有去讀，我都經常跟家長說你要分清楚你有他讀是有他去花啲時間唔做嘢嘅讀啊，定係真係好中意讀？即如果佢真係中意讀嘅，我覺得可以繼續去培育佢嘅。如果佢係唔中意讀嘅話，其實我覺得你不如早啲放手俾佢出去社會度，俾佢跌跌碰碰去成長，都係因為路有好多條。係，全中。我成日都話入八大唔係唯一嘅出路。係。未必是最好的出路。咁其實你有很多的路，當中的路你遇到不同的人，你走過不同的路，你會成長得會更加快。可能比起你一條直路入八大仲好添。你真係唔知。而家有好多嘅報道講緊，好多人都已經唔讀大學啊，中間跳出嚟啊，開咖啡咩都好。有時社會大學所學嘅嘢，你係想象唔到地多嘅，同埋都係啦，即係我哋出嚟做嘢嘅人咯。OK， 咁你遇到嘅咧好多。有陣時候反而條路太 smooth 咧，係唔識轉彎啦，唔夠醒嘅。有時候可能經歷過一啲荊棘啊，或者係即係捱下苦啦，即係啲長輩成日都話千金難買少年窮啊嘛。佢反而會有鬥志啲，佢會捱到，甚至乎佢會用一啲方法去，你係諗唔到個方法去解決問題都唔出奇。係嘅，不過你又好難講嘅，有陣時候即係冇辦法，現實環境係。當然，而家係優越咗好多啊嘛。啲學生講話係咪一定要讀大學咧？咁其實十個學生有十個學生。答你唔讀物費咯，其實咁講，即我諗其實同個社會大環境都好大關係嘅。咁呢個就我哋冇辦法處理啦。咁但係當然你已經有一個很好嘅出路先啦，即係已經依啲起碼有三年嘅嘢做先，基本上係。咁嗱，當然翻嚟我哋創業到嘅部分啦，做補習社其實依家用你哋呢個形式啦，頭先你講話收支平衡啦，你會覺得係咪仲值得繼續咁樣做落去？定係其實唔係喎，開始啲人會醒咗啦。其實咁樣做法咧，可能會吸引到新嘅 market。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個補習呢個行頭？繼續做，繼續黐線，繼續黐線。但係會唔會嗱，都係仍然收支平衡咧？定係譬如你加埋你一啲新嘅模式啦，即係頭先講話又新嘅，即係譬如學習啊，即係或者係機械，因為呢家係需要整合同埋呢一個創意嘅部分㗎嘛。即係教育就係一件事啦，咁做生意又另一件事。梗係啦，所以即係下下都逼，始終唔係好得㗎，大佬。始終都係要食飯，始終都係要食飯，尤其是嗰個租金。實在太誇張的時候咧，咁所以就而家變咗，因為有很多嘢你係計 course 啊，即係人是一個 course 嚟嘅，咁變咗我哋就要去運用科技咯，即係譬如而家我哋其實譬如話家長同學生，即係家長同老師嘅關係咧，其實呢個直接影響到我哋嘅生意嘅，因為譬如你同個家長越個關係越好咧，佢哋會信任你嘅時候咧，咁個學生。就會好跟住你嘅，咁呢個就會令到你盤生意會穩定啦。咁但係問題你點樣令到個家長可以咁 close 咧？咁以前傳統嘅就係我好難話我落咗堂位，陳太、黃太、阿女女又點？即係我冇時間啦。咁又或者我其實每一次同家長傾電話，咁其實好多家長揾我傾心事嘅，都由我舞堂嘅時候咧，好多家長又嚟同我傾心事嘅，好多真係。咁但係我每一個都傾半個鐘嘅喎，起碼都好金啊，好金㗎。咁但係你要改嘢㗎嘛，你好多嘢做。咪咯。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同另外一間公司，其實我哋合作有個 apps 嘅，個手機 apps。咁呢個手機 apps 咧，其實咧最初個諗法咧就係令到個學生佢報到報走嘅時候咧。我哋做少咗啲嘢，減少啲 admin 啦，減少啲 admin work， 係啦，係啦，咁同埋就方便我哋同家長，因為佢入邊有個 function， 好似 WhatsApp 咁樣，咁我可以同家長去傾偈嘅，係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個投資，
咁但係喺個投資上面咧，我哋又發現到原來又改變到啲關係喎，家長同個學生關係嘅。因為以前咧個傳統嘅咧就係、是，譬如Samantha 佢嚟補習啦，咁其實到唔到佢媽咪唔會知嘅。係係，呢家知啦，而家行蹤敗露。因為佢譬如一堆學生證，其實媽咪嘅手機就已經到咗好。但係其實開頭學生係唔中意，我覺得可以正常啦，咁重哇搞錯咩都要俾媽咪 check 住曬。但係其實另外一個原因點解我哋做呢樣嘢咧，係我哋曾經有一啲 form six 嘅同學咧，啲男仔好中意打波噶嘛，咁啲媽咪咧就打電話嚟話 Miss Chang 佢又去咗打波，哦佢翻到嚟温書喎，佢冇同我講嘅，我就係見到佢翻到屋企就成劈嘢咁樣就喺個沙發度，我覺得佢好懶。我話其實佢翻咗嚟温書幾個鐘頭，媽咪你唔知啫。咁佢話係咩？咁跟住我就發覺其實如果你有呢一樣嘢，媽咪係知道你去咗翻嚟温書嘅，咁咪變咗佢會放心啲。同埋因為我哋有個學習記錄嘅，咁媽咪喺手機裏面都 check 到曬嘅，咁變咗媽咪會知道其實佢學緊啲乜嘢。咁媽咪咪唔使即係溝通啦，即係溝通。因為譬如佢哋咁大個咧，阿媽問你學咗啲咩咧？你都不知道的，很正常，很正常的部分的，因為我覺得唉這些這麼新穎的東西你不知道的。但如果有了這個呢，那個媽就是的，你今天做過什麼？是的，難怪知道你這麼累啦，你今天作文做了這麼久，起碼量化到件事，就是用現在的科技 Big Data 的東西，因為教育你都要用一些新的科技，還有你大數據這個方便我們做分析會好了，即分析個學生的 behavior， 分析他哪個強弱都會好了，還有也都減少了 manpower 的，可能是很重要，因為剛才你說過你們的 最大的資源就是愛，我要給你學生，那剩下的東西就盡量減少在這部分，因為 Miss Jane 沒可能經常坐在 reception 裡，當然跟著又有些補堂啊、轉堂啊，即有其實就每日，其實我們以前有個同事呢坐 reception 呢，我們有個數據出來呢，就是我們由9月至11月要處理補堂、轉堂的次數呢是超過400次，我一次收你錢都好金喎，真係，收你一蚊我都有400蚊，係咪先？係咪先？但係你個同事嘅時間唔止呢個數，係啊係啊，成本好高喎，成本好高喎，真係成本好高。佢根本上係做到唞唔過氣，係係係啦。用科技幾好啊？係啦，咁而家就用咗呢樣嘢嘅時候會好咗嘅。咁同埋學生會自律咗，因為佢會覺得我唔係淨係咁打個電話嚟 ，Miss 我請假咁就請到假啊嘛。嗯，係啦，咁呢個就冇咁輕易啦。係啦，即係我哋都用緊唔同嘅方法，我哋要開完之後。然後要節流啦，即係呢個係咯，呢一樣嘢就會係咯。咁同埋另外就係話嚟緊嘅，譬如一啲新嘅 course 啦，即係嗰個 computer language 啦。咁嗰度亦都希望令到學生學到嘢之餘，咁又會係公司嘅另一個收入，就等於學你話齋就喂，成日收支平衡其實唔夠嘅喎。咁我買一層樓我都想買翻層樓。但你買不到一層樓，你都俾翻個屋企我先。即係不過都有少少嘢落翻袋先，因為好實在嘅。呢個係傳統嘅即係生意啦，即係補習呢一個生意好耐好耐嘅時間。同埋因為競爭好大啊，競爭好大。同埋我都講咯，你同一般大嘅集團有上市嘅部分，你鬥唔過㗎，鬥唔過。佢做嘅模式冇咁人啊嘛。同埋佢哋，你諗下一個補習天王每年使緊嘅嗰個廣告費係過百萬喎，淨係廣告。佢揾亦都唔止啦。係啦，佢揾亦都唔止啦。咁但係我冇呢個錢去燒噶嘛。係啊。所以我諗係即係一啲中小型嘅即係補習社啊，你哋要即係生存到啦，都要用一啲好特別嘅方法先企得穩。同埋我諗用一個模式，譬如科技啦，亦都唔走得噶呢一樣嘢，因為令到你哋有一個人成本係減低啦，即係啲時間會多翻啲啦。但係即係好重要嘅就係，我覺得即係始終細嘅即係一個環境啦，就對人嘅成長係最好嘅。即係當然有好嘅老師有心機啦，咁嚟緊將來嘅時間，你咪就係呢個咯喎，即係 language 繼續，跟住再加啲科技嘅 cross， 再加啲科技落自己一個咁嘅生意裏邊咧，就希望你哋嘅生意越做越好啦。啊，都希望係啊，即係多啲咁好嘅學生，即係出咗嚟之後咧，翻嚟幫手做教書啦。係，即係呢個都好重要嘅部分啦。咁好啦，今日咧唔該曬咧三位同我哋分享咗咧關於咧即係呢一個嘅補習教育當中裏邊嘅情況同埋新人點樣。我哋下集嘅時間傾其他嘅 topic 啦，下集再見，拜拜。